别动。你知道我许的是什么愿望吗？三界太平，众生喜乐呗。我希望你能像从前一样快乐，然后你喜欢我。你早晚都会回去的，神仙是不得有情的，我们是不可能的。若是我不愿意回去呢？你不能留在这里。可是言谈，那个人不是我。